他还想到吹一桶，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什么酵素有没有？对啊。那个贵族他们做酵素，对啊。他只是把食物聚在一起，然后他们丢什么其他酵菌进去？没有。我们贵族他们没有丢，他是一种植物特别发酵，特别容易发酵，所以他只把所有的那些素材集中在一起，加入糖什么的关起来，他就发酵。我要讲的是，实际上我们说的细菌都是无所不在的，各种细菌是无所不在的。你在放这些食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适合这些食材生活环境的细菌在里面了。所以你把一堆大便放在食堂里面，老师没有错。是的，因为当这些大便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被某种细菌所需求嘛。哦，它早期大概什么？早期实际上只有甲烷。甲烷。对，吸收。可压缩了吗？可压缩，吸收是可压缩的气体，但甲烷没那么好容易压缩，如果是丁烷就容易压缩了。丁烷的分子量比较大，比较容易压缩。是的。对。我还是早期。会很臭。那比你的水桶还大。早期水桶就是化粪池。对啊，化粪池啊，隔壁化，你那时候去云南是云南吗？对。啊，那不是到处你不是很臭吗？那臭臭，就是因为那个它都禁止不动。看起来就像陆地一样，好恐怖！哎呀，所以我们那一队的另外一个同学，因为我们班的同学他就是哇，整个冰到脖子，好恐怖！等一下，你说那个粪坑就这样子，对吧、啊？满满的静止不动，对吧、啊？然后直接放冰到脖子，好可怕啊！这个人，怎么是？还好安全进过去，看到怎么办？早计时怎么是露天的呢？那不是早计时，那只是。那个纯粪的粪坑，对，只是粪坑而已。早一次在地底下。天哪！对，还好没事。这是人生的蛮好的记忆。什么蛮好的记忆？如果他再高一点，我旁边有人呢、啊，应该会马上拉起来。你先笑，你先笑。你先笑吧。哎，想那个画面是咚。没有，有。你们会不会是没有人敢拉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拉他，反正我不知道。
会变慢，所以它就淤积在这里，所以这边可能就是海那个什么类似海水浴场。可如果说把这边挖掉了，那它这边就速度就变快，它就被带走了，这沙就被带走了，沙就被带走了。那同样，我假设这边有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形状，我这边有个是比较慢，所以这个地方会淤积，这个地方会淤积。可是我如果开发掉的话，这地方就被带走。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看那个，你看看竹湾那边，他们有做那个类似像防止沙子被冲走的堤防，他们做的方式是，这是海岸线对不对？他们是往里面做，这样做。他这样做一根出去。那一根出去之后，你的海浪不管怎么冲刷，它就会到这边就是比较慢的一个水流，这边就是比较慢的水流，那你的沙子就容易沉降在这里。它就会形成个 C 啊。对，它就会容易类似这边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沙滩，啊，就会形成在这边。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边也会有个沙洲，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实际上这是因为。当你这边海流若流动，那这边有一些阻力的话，实际上会有比较快速的一个流动潮，这边有个流动潮，那这个流动潮的话，这边就形成一个缓慢的一个漩涡。通常就是你用你手快速移动的时候，在水面快速移动的时候，你看这边水被带走的话，中间就会形成漩涡。所以当我这边，譬如我这边海流进来了，我这边东西挡住了，这边是会有点被压缩进来，压缩进来的时候，这边会有一道比较快速的水流。那这边比较快速水的时候，它就会类似于形成一个漩涡，那这边就会比较有也会淤血，因为漩涡它是比较慢，它是不动的，停滞不前的。像在太平洋不是有一个叫做热色涡的热色涡流，那个涡流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海洋流在流动，中间是比较慢的，所以慢慢热色就往这边集中的，啊，热色往这边集中，就集中在中间的位置。啊，它就是像这样，就集中在中间位，然后它就会容易沉淀。比如像我们在，如果说我们有一桶水，但里面有点沙子，你马上找一下，放就停下来，后面沙子集中在哪里？旁边，啊，中间。那就在中间嘛。对。这其实在我们整个生活上的利用，有一种吸尘器，有看过吗？那个什么戴森。啊？我们家那个没有那么好，我们家那个有点烂，但是戴森据说它做得很好。那实际上在一般的工业用的是这样，它是工业用的吸尘器，工业用的吸尘器啊。哎，他们的工厂资料容易通吗？对，它就是真的、啊。那像，所以它在工业抓稳，然后垃圾都会随便吸的。它那个什么，它风吹进去的时候呢，它就这样旋。然后呢，它是有个盖子，盖子会往上，这个排气是往上的。当旋起来之后，中间是低速区，低速区的这个那个颗粒又没办法随着空气移动，它就掉下来了。啊，这边是集成区。所以空气吹进去的时候是呈现涡流，它在旋转。哦，所以它旋转把空气跟脏东西的一个。对，它主要是把空气跟脏东西做分离。就这种方式，它就用旋转的方式，然后做分离。对，啊，这其实效果也还不错。现在所有大型的吸尘器都这样做的。像这种东西会出现在所谓的像焚化炉啊，焚化炉在后端处理，你是不是要先把空气跟热色分离？所以它有好几道，第一道就是先做这种气旋的方式，那后面再做水洗，把水里面比较大的小的颗粒用水去把它粘住，然后掉下来。水洗，然后到外面再出去干净的空气。不用，这是土壤异化。啊，土壤异化啊！土壤异化是什么？我觉得土壤异化，你看那个，我看过那个网页，他写的土壤异化是写的有问题的。土壤异化简单来说，好，简单来说，我们将讲固体、液体、气体什么区别？固体、液体、气体怎么区别？流动性的固体，你固体本身是帮你的很好，它分子跟分子间的键结是很好的，所以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是固体，它不会自由移动。液体的话，就它每个分子可以自由移动，对不对？
件事，我居然我他没办法连上网络，结果他居然丢一个恐龙图案，要笑死了。是，是 Chrome 的。哦，也知道。哦，这应该他还在演化。什么？他还在演化了。软体，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讲以演化史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的科技演化是一个在，所以你说恐龙是演化出来的？不是，这是 Chrome 的演化。哦、Chrome 它在做一些演化，它要适应你的客户嘛。有吗？原本不是机器人吗？原本是机器 ，Chrome 跟机器人。如果你也无法连上网络，所以它出现机器人比较难。啊、哦，那可能不，可能有些客户认为机器人不够贴切啊。那是换恐龙吗？对不对？它是用中文谐音吗？嗯，不知道。恐龙。OK， 有可能是有点梗了哈。好，那个气体的话，就是分子可以自由移动，放更大。对啊。那我们现在土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气体？固体。土是固体，对不对？土就严格来讲的话，因为土是被压住的，它是一个固体。可是当你土壤快速移动的时候，快速移动、快速震动的时候，它鼻子颗粒跟鼻子颗粒跟颗粒之间的影响就变小。那你说一个石头，它本身上是一个固体，石头跟石头中间没有特别的间接，对不对？当你是被快速的震动、快速移动的，尤其地震的时候，它石头跟石头之间已经变没有关系了，它本来关系本来就不稳固，它只存在被压住了。当你有瞬间，就这样想好了，瞬间的石头会。浮在空中，浮在空中是不是就可以有小程度的自由移动？啊，所以下去当然有点卡住，上来那一刹那，我假设现在有点在开，就是把它这样下震动的话，它是会有那种感觉。上面如果很多那种小的石头颗粒的话，当这样全部抬起来，再下我的地脚下去那一刹那，这些在空中的这些石头，它是让彼此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密度更高的东西在上面，它就会下降的速度比它快一点。虽然讲说重力胶是一致的，可是上在这时候它有点阻力，就好像我现在水里面，我施给一个重比较密度比水大的东西，它会怎么沉下去？密度大，密度比水大，它要沉下去，对不对？可是，在土壤里面，同样的，我把它浮起来那一刹那，它浮在空中的时候下去。密度大就比较容易下去，就有点像沉下去的时候，沉下去的感觉。所以土壤异化就是说，一般来讲在地震的时候，像我记得看到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说当地震的时候，这个砂石会过于紧密，所以把地下水给挤出来，这叫土壤异化。那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土壤异化做的积水运动。对，土壤异化真正解释是说。当我的土壤快速移动的时候，我在上面的建筑物会没办法被我的土壤所支撑，会沉下去。会沉下去。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大家在谈这个议题是在那个哪一年？我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大概民国83年、82年、83年之后，有一次横滨大地震，知道日本。你们那时候刚没出生，对，很久，那是大地震，日本死了很多人，然后那时候就谈到说，才谈到土壤异化，因为他们的地震也是上下的，一般的地震是左右的嘛，左右的地震实际上是对建筑影响最小，对，上下的地震是影响最大，九一地震也是大部分是上下的地震，所以很多房子就受不了就垮了嘛，那实际上在日本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下地震的时候发现一个状况是房子沉下去。房子沉到土里面去，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要求哈，他们有个要求，假设你这建筑是这样的，要盖这么大一个建筑，对，地基要多深哦？对，地基多深怎么决定？哦，20%，骨头真的吗？在哪里？好像是骨头峰。啊，出去了。等一下，骨头峰哎，要一次哦，一次毙命，你不要。给他感觉到你的杀气，那这样子我轻轻的把它请出去。等一下，我觉得不要轻轻轻拔出来，这是一个好处吧？轻轻因为那个，我们从外，干嘛？因为如果
100次虎头蜂攻击的话，你可能会就直接敲掉两只手。真的吗？所以还是不要的。那我要怎么办呢？在这边怎么可能危险啊？在镇江的时候怎么办？对，就往往在台中。
不止台风嘛，就好像你在那个，对啊，我台山路骑卡车开在山路，我讲台中啦，啊台中嘛，你台中嘛，不要认真。山路开在台开山路上的卡车，你站在卡车的后面，那种感觉，你在上面，手不要扶着，啊，就是卡车要开在山路啊，那个石头路上啊，然后你看、哦、你站在上面那种，就是震动的感觉。哦，嗯、这样。超级无聊，这样在学的。我下礼拜可以看那个异化的啊，土壤异化的一个小实验。嗯。啊，这样如果你有空，你可以自己做，就是拿一些绿豆，然后绿豆，然后上面放一个石头，那就给它震动，你会发现石头沉下去。这有啥好实验？怎么样？没有。你平常绿豆是停的时候，你石头不见得压得下去啊。这样我理解。可是你这样摇一摇，石头可能就沉下去了。所以为什么那个掏金怎么掏？就是摇一摇啊。它摇一摇，摇一摇，它把摇摇一摇怎么样？就黄金还留在上面。黄金为什么留在上面？因为黄金比较重嘛，黄金会沉下去，轻而浮上来，啊，水流过去了就把上面轻的带走了嘛。对，所以摇一摇的过程当中，是在做一个土壤异化，让重的沉下去嘛，让轻的浮上来嘛。嗯。对不对 ？OK。他们觉得 ，Do you have any carpet？ 起来啊！我们特开心的啊！谁跟你特开心的？每到礼拜三都会有新的作业出来，还好地震没有。对，还好地震没有。嗯。地科在学测里面的分配比例是多少？地科在学测的分配，可能在自然科里面，可能应该占有大概将近20%。切，没有，还是没有都没有多。不过地科都是尝试嘛，尝试就这样。是尝试吗？我不是尝试，怀疑。其实我觉得地科是应该是物理化学，还有真的有部分。生物的一个统整，因为第一个真的是，就是它相关的，相关的知识要多一点的话，它才比较容易理解。对，第一科如果一开始你没有学过物理化学，没有学过其他学科，你是学第一科的话，会很辛苦，是因为我们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没学过化学。对，就。但是我们到目前化学部分应该比较偏向是，就风化那部分比较有化学的概念，但是应该是理解嘛，你知道，比如酸性的酸雨会侵蚀，含金属的成分嘛，会把金属溶解。对啊。对，那你当然知道这个，你的化学就够了。是吧？这个对，就用那一点点了。嗯，希望有生之年还能把这个化学学好，要不然就……其实我现在在听的事情是说，截弯取直，淡水河截弯取直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吧？淡水河截弯取直啊，截弯取直就是当然是因为你看嘛，它这一条我把影响到，那下面说你截弯取直之后，哎，就很快就影响到里面来。里面有受影响，那另外就是你水存不住，水存不住，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地下水是靠它慢慢的渗进去的。嗯。可是你现在截完取直之后，你根本没有停留时间，就流走了。你这地下水经过这边的地下水不容易再进来，根本有地下水的来源。啊、嗯，我认为这几个比较大的缺点。那最近有一个说法是说，我觉得是有点有趣，就是他说，你看所有的地形。
啊，真的，我去那时候去仰光，飞在天空飞的时候，你看仰光月亮河，好漂亮。因为仰光是一个很大的平原，你知道吗？是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农，他们是农业国家，他们严重到你看很大一个平原，那就有一条河，好漂亮，就是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很远的地方就这样子，就这样流过来的，那个河很大，那个很大。然后我们飞机飞的时候，有个时间点刚好是会有阳光在那个方向，就很漂亮，你看那个河这样很漂亮。然后对，然后他就说，你看所有自然界看到河都是弯弯曲曲的。来见到大海，所以就是这个是他说这是常态，所以我们不应该逆天嘛，这是常态的话，我们不应该逆天，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这些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有疑问的，就是假设我们时间够长，时间够长，你认为这两者还会长这样吗？没有，再放个2000年，它还是要。可能再放个20000年，假设能量动不动啊，那这两者还是这样的吗？可能会干掉。就我认为再长一点的时间，它还是会变质的、啊。它不断的切割嘛。你想想看，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弯的地方。好，转弯。我这河水流过来之后，它毕竟还是有点想要往直的那个。这河水流过来之后，哪边的冲刷力最强？弯的。弯的地方。这地方冲刷力最强，对不对？对。啊。然后这边会淤积嘛，这边淤积，对吧？那所以它就持续往这边挖，就挖多一点，再挖多一点，然后就没有上限嘛，所以它一直不断的弯弯曲曲的。应该不是吧？既然有淤积，它就稍微被挡住，所以往另一个方向。好，那我就分叉。我这边过来的水也是往这边挖，对吧？然后聚在哪里？积在这里。所以你有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核心就会变这样的。越挖会越大了吧？是吧？那再过一段时间会变怎么样？它就会分成小支点。再过一段时间会变这样子。那太大一个，那个尺度太大，没有问题。但水又没那么多，给它分配了。那那段时间呢？你在找红色的点。对。我的意思是，你没有看出来吗？当它河越宽的时候，这边就越脆弱了。嗯。哦，有啊，遇热要化。我的观察是从，譬如从。从那个什么，从你到海边去，你到海边去看到那个沙滩上的水，它流出去的水，它很少就是弯弯曲曲的，它就后面就流成这样子的。嗯，因为它流，像我这样冲刷一段时间之后，我这样冲，冲这边，然后这边会掉下来，然后。关于这一点，应该有古老的河流可以来确认吧？可是要是原本是直的话，可是直的要是不完全直，它原本就弯弯曲曲，但它弯了就越来越弯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一定是弯圆的，我也直的。直的应该会变成弯的，只要一开始没有完全直的话，只要有些微弯曲，它就开始在倾斜。好。这个好，这个做实验，做实验啊。对，我做实验。好，我们做实验。这个也是这个实验。嗯。